哇，你们两个在干嘛？哇，有没有听到震耳欲聋的蝉鸣声？在计数吧。哇，这里不知道多少只蝉。哇，你很棒。有。有啊，我们已经快爬到了，再加油。好了好了，准备。开始。我是可乐，我是绿茶，记得要订阅。分享。今天我们在松鹤唐麻丹山登山口前面，我们今天是住在唐麻丹山露营区。一转进来，这就是 A 区，那这是营本部。营本部这里有饮水机，还有冷冻柜，还有冰箱。这是我们 A 区三帐包区，然后旁边就是厕所浴室。前面可以看，就是东卯山的风景。这里，好，出发，来走喽。这边已经开始有人在这边停车了。这边有收费停车场，汽车100，机车50。在这里，这已经是停车场的最上方了。P5的停车场这边，这个入口进来。出发。还好，我们还有走过来回4公里。你去这边还不用戴帽子哈。我们走了半个小时，都是这平缓的路，还不错。不会让你跑到这。哎，我们到那个 O 型环的岔路口了。我们走了50分钟，终于到 O 型环的岔路口。这里是。左边是往蝴蝶谷的方向，这边右边是往里冷登山口方向，所以那个 O 型环就是从左边进去，右边出来。因为他们要爬三角点的话，一起走。哎，我们绿茶不行了，到岔路口了。看起来绿茶是不要，哎，我们等会要不要去？这里，绿绿加油，我们慢慢走上去，加油加油。哎，我们走到 4K 了，大家慢慢的走，走到 4K 了。来 4K， 走到 4K 了，很棒棒哦，你们都走到，已经走到 4K 了。所以我们不是要走 2.5。好，等一下我们继续往前。还有500。加油加油。对啊，边走边听音乐，你这样比较厉害，会走比较快。对啊。绿茶加油，三角点在等着你，你一定要打败这只熊，知道吗？走。哇，我们走了一个小时又20分钟。绿绿，我们终于走到蝴蝶谷跟三角点的岔路口了，一个小时20分钟。蝴蝶谷往这里走，所以我们先在这里休息，等一下我们就往三角点出发。
休息吃东西。松鹤步道这边上来，然后现在是在这里，然后蝴蝶谷瀑布往前，然后我们要往三角点往这边走，到这里塔玛丹山，松鹤这里全部都是平的，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到这个三角点是要我们这里，所以我们这里是将近快1000，所以我们要直接陡升到将近1300，所以大概陡升300公尺。小心等一下要爬上来哦。好，我们出发了，往三角点的方向出发。往三角点的路上开始慢慢的陡升了。来，我们到攀绳的地方了。阿飞的肉，阿飞的肉干给你吃，妈妈的给你吃。哇，大大帅哥给你吃，姐姐的要给你吃。哈哈哈哈，你这是什么表情？姐姐的给你吃。哎，大家说最陡的一段快走完了，上面就平缓了。哎呀，平缓的快到了。中间有一点要爬，但是我会这么爬。加油！好好好，先去等一下。哦，最陡的就是这里了。没错，等一下的人都要去。是的。你们有去蝴蝶？没有没有，他们刚上来。来，爬上来了。来，这里平缓的路了。啊。要这样子哦。哇，爬完陡升过来，真的都是平缓的路了。丽丽走这里都轻松了，对不对？没有。没有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比较轻松？没有，因为还是要往前走，是不是？还是要走，好不好？还是要走，好不好？还是要走啊！不管有没有轻松，还是要走啊！加油，加油！剩一半，好，没关系，快到三角点了。快水了，累了，水喝很多啊？没有，水剩下一半了。剩下一半，剩下一半了，这么多了，哇，你很棒。有，有啊，我们已经快爬到了，再加油！我们要把这只熊给打败。你说我已经打败一只熊了，可以跟同学说。小小熊。小小熊。来。来，2.5K 过后。来这里就看到有绳子要拉绳了。哇，你看这里，所以要小心了。咦，你自己小心。来，我在加深。好。再过来。好了。好，过去。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给贝贝吃。小心啊，松松。走啊，那边有那个啊，就一个人过来就好了。来，来来，手过来，手过来。松松，你过去，我可以。手过来。来。来。好。好，一个一个过来。啊。好。最后一段，来，走。来，最后一段这个阶梯上去就到了，走。加油！你的第一只熊终于要打败它了，要征服它了。
来，回去你就可以跟同学说你很棒，收服了一只熊。哇，我们到了，真的到了。可乐，你终于到了。我们走了3个小时，比别人慢，但是我们成功到达。可乐从人到达三角点了。啊，可乐棒哎！来，丽丽，你成功了，你成功征服一只熊了。来，来，哇，成功了，好棒棒！五咖喱，五只熊，哇，棒棒！五只熊，哦，你这五只熊啊，那你也成功征服了这一只唐麻丹山熊，你好棒棒，你好棒棒！来，来，我们的三角点到了，唐麻丹山1305。三角点，哇，棒棒哎！丽丽，你终于收服了一只了，很高兴对不对？很辛苦。哎，我们要往回程了，回到我们的松鹤他们丹山露营区，下山。三角点，拜拜！我们下登山口了，我们走了5个半小时，回到我们的营区了。可乐辛苦吗？辛苦。辛苦啊、哦。嗯。很棒哦。对。啊，我们住在这里，这个营区就是很棒，一爬完就可以休息了。还可以吃西瓜。还可以吃西瓜，休息。来。营区就在这里了，刚好就在登山口的下面，所以住这里的方便就是爬完一下来就可以休息了。我们到唐麻丹山，耶，终于到了。